洗完脸之后是亮的，完全不会紧绷，重点是往下巴这边摸，粉刺都不见了耶，超神奇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韦如。我相信所有的女生应该跟我一样都有一个困扰，就是痘痘长不停，粉刺怎么摸随便摸，通通都长在那里，永远清不完。台湾非常的湿热，进到冷气房之后，皮肤会变得干干的，于是我们的皮肤就开始油水不平了。拿起你们的手摸一下你们的下巴，一颗一颗的。通通都是粉刺哎，那为了要盖掉这些粉刺啊，或是痘痘，是不是一定要化妆？好啦，问题就来啦，妆越化越浓，再加上你的洗线如果没有清理干净的话，你会发现，痘痘它还是在，粉刺它还是继续长哎，怎么这么可怕啊？为了要解决痘痘啊，还有粉刺这些问题的肌肤，我刚说了清洁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这么聪明的我当然找到非常棒的产品喽，就是这一瓶洗脸卸妆加保养三合一的洁乐仙洁肌灵洗卸凝胶哦。最让我惊艳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成分非常非常的特别呢，是跟韩国研究中心共同研发合作的成分，叫做绝粉因，它是由非常多的天然植物萃取而成的，特别针对你的粉刺，你会发现清理它的时候呢，马上就会把粉刺给带走，它的效果可是 A 酸的两倍，却没有 A 酸的副作用哦。有了洁肌灵之后，你会发现跟我一样懒惰的女孩，你们通通都有救。你能想象吗？在洗脸的过程当中，除了可以卸妆，还可以对抗痘痘，甚至是清粉刺啊！这么好的事情，我怎么可以现在才发现呢？这瓶更厉害的是，它还得到 Fashion Guide 五位专业老师的超高评价哦。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的大浓妆，还有下面的粉刺，现场卸给你看哦。洁肌灵之前呢，记得要保持你的双手是干燥的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挤4到8下在你的手上。那这个分量呢，是依照你的浓妆或者是你的淡妆去做调整。那你会发现它挤出来是这样子透明的那种凝胶型。记得要洗卸之前呢，把它放到你的鼻子前面，深吸一口气。淡淡的柑橘跟花香，他们特别呢使用法国百年大厂的顶级香氛，所以光是闻那个香氛的味道，我跟你讲，心灵先舒畅一下，接下来就可以把它放到脸上去做洗卸的动作喽。把洁肌灵呢给放在我的脸颊上面，你会发现呢，因为它是凝胶剂型，所以呢脸上这样子推的时候会非常好推开，特别是针对啊像脸颊有很多人会有粉刺的问题呢，可以尽量用化圆的方式呢，让粉刺这些地方呢全部都通通被融出来。你看我这样轻轻这样画个圈圈，洁肌灵已经把我所有的底妆啊还有粉刺通通都带出来了，从透明的颜色变成这样子有点粉状的颜色了。天哪，你们看我脸上所有的彩妆，像是眼线啊、眼影、口红，通通都被洁肌灵给带出来了。还有包括我们在外面奔波一整天脏空气的那些脏污啦，还有化妆品的重金属，全部都被洁肌灵一扫而空。哎，有没有看到这一整坨？哎呦，吓死人了！原来我脸这么脏啊！接下来清洁完成之后，我们只要再用清水清洗一遍脸就完成喽。你们看，我用洁肌灵洗完脸之后，有没有感觉到我整个皮肤是亮的？而且当你用双手在摸脸庞的时候，完全不会紧绷，重点是往下巴这边摸，它平了耶！我的粉刺通通都不见，你们看，粉刺都不见了耶，超神奇的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小 撇步 要教大家，就是白天起床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要清洁脸的时候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拿出洁肌灵来，你会发现哦，这样挤一点在手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加一点水，这样搓啊搓，它就变成洗面乳了耶，可以直接把脸给清洁干净，一瓶洁肌灵就可以搞定所有的清洁喽。最后最后呢，要提醒所有爱美的女孩们，只要清洁做得好，粉刺痘痘绝对不会来找，只要交给洁乐仙洁肌灵洗卸凝胶，所有的粉刺痘痘保养卸妆，通通一瓶就搞定哦。推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完美的肤质，零粉刺哦。